五一假期不想人挤人，推荐你一个小众免费瀑布群，非常适合带小朋友来玩。导航思江银杏水果种植，车停在球场，往这里下去，第一个岔路走左边，到达堤坝走右边小路，5分钟左右到达第一个瀑布相思瀑布，往前继续走10米，可观看到天梯瀑布，登上仙人棋盘，还能看到水帘洞瀑布和一个不知名的瀑布。从仙人棋盘下山，徒步10分钟到达水帘洞瀑布，穿过瀑布，水声隆隆，气势磅礴，才发现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壮观。